クラフトエッグ。各位晚安，欢迎今天到我们房东里节目，来到了我们的房东里。情况还是不清楚，不过跟两礼拜前口齿不清的原因不太一样。不是啊，我会做蛋糕。这次活动好像不是这个，也多了这个奖励。秋だね。キノコご飯。哎呀，这接待室，哇！我想说先热身一下，第一首就这么嗨。接待宣言。よし、頑張るぞ。有点嗨的样子。说避免太激动，不要打在，不要打二七以上的歌。
你知道，第一首，第一首就跳到二级。有四个，这个中间有点就是第一段的红箭区吧，中间红箭一个，然后中间绿色那个，绿色那条一个，最后一个包落在哪？你注意，还是绿色那边落两个。我按到三个，唉，就调回来换成一火箭吧。这是上次出的新歌《Cross Song》，或许大家对这首歌有印，跟我一样对这首歌有印象。那是那个《Girl Get Monster》歌曲。就是 Angel Beats 里面那个一级乐团，不知道现在中锋打二期到底行不行。对，我刚刚这个是有点怕，不过看起来可能比预想中来的好一点。楽しいライブだったわ。我刚刚讲那个避免激动的部分，因为毕竟还是觉得身体健康第一啊，对吧？食物不贵，不错。お客さんの感謝礼。お疲れ様。今日もお仕事頑張ろう。哦，已经最后一阶段了。所以演奏三十次。秋は生徒。王昭君。油断はしない。全力で行くわ。
次も最高のステージにしましょう。75万！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会是的。哇，这首歌用来冲那个活动任务很快。破，那因为它有破千格的那节奏符号。还有20000个，我以为是最后了。学校でも風が流行ってきたので気を。我好像有按到那个排序的部分，一时之间找不到那个。我有没有看有没有观众朋友要点歌的？虽然都是打协力，不过大家很长都是按。随意，对，随意。歌的话也是很欢迎的，我会尽量的，就是如果是刚好我没有的歌曲，那就是在上面或者什么东西。如果是要大声一点成就的话，那可能就有点困难。成就这种东西会有点临时。这是一个活动歌曲，奇怪，刚刚怎么按就是我会跳到还跳到空白歌单，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没有跳到空白歌单。ため息ついたら思い出してね。大好き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用のステージにしましょう。接下来感觉甜甜的歌曲。どうしよう。27个。显示我打波控制。哦，上次的活动歌曲，很快这首。哦，那这是跟得上，这是上次的活动歌曲。我想这是哪一首啊？太重要了。快歌不太行，现在我们红色那一位是断线了吧？我很怕那个，那个叫什么？歌曲快啊，然后这个人揪起来打。血压飙高，那个，手术的地方就会疼死。就我碰了这两个礼拜，是因为我去动个小手术，那个时候很好笑，那喷血。在医院就是刚动完休息的那一还在医院休息的时候，我讲到什么？我真的是直接讲到激动处，明明是一个人瘫在那，突然很激动，血就从那个纱布缝隙窜出来。
那血从纱布里蹦出来，那个当下真的是颇尴尬，因为激动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激动的关系啊，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不会痛，但是你就是那个血，那止血不好止，对，当下是一阵尴尬，没别的，就真的是一阵尴尬。因为其实护理是有病人喜欢的，注意一下情绪，不要太激动。还要打40次哦，这什么时候才到底？哎，我觉得对护理师很不好意思。试试看，试一下，快点，快点，试。等一下，如果真的，比如说，就感觉伤口热热的话，再看怎么办，放松自己。全力で行くわ。是刚好遇到判定加大，我总觉得打起来有些地方感觉快热，可是它也是判定的，都是。看来快歌快攻还是可以，就真的要避免的话，就担心要避免的话。就不要打六兆年就好了，就那一首不要，其他应该都。四分钟就要再回一个，我们延迟买。反正六兆年很少人会选。1000
多两个，我自己算 grade 好像五个吧，自己看的有看的有看就算了，最后松懈。七个，可惜了。我觉得 Lisa 的，哎，不是 Lisa， 沙雅，沙雅的脸真是，这不要这么臭吧，比 Yuki 还要臭啊！因为是个美人，却不长相。私たちの音、みんなに届け。
啊！错 combo 达成。哇，之前盼很久，说中间会多一小，会多一小，这次终于达成了。那这样子看来，双方应该是意外的不错吧？又听他的发音，真的是很有趣。我少一个人这样。那今天27点的歌又少一首。今天晚上是还算顺利，他突然会往那个良好的地方扩大，不知道为什么。阿狐在，果然我的小宗了啦。对，现在是只有那个，这个人的三回五回五次一千抽，我有的抽就抽点。刚好血清够。Oh, yeah.
私はホットコーヒーと抹茶ソフトにするわ。刚刚上次有抽多少吗？没有写六，应该是有意思吧？再抽一次。星型のキャンディーって作ってもらえるのかな？好像又是重复的卡面。What？ 一人三星，确定？最后，哦，采光太会了吧！这是谁？好的，说突然突然忘记他名字怎么念。冷たいシフトチェンジっていうの？イメチェンイメチェン。戴尔玩超人，这续有一张是行的，超赞。哇，这样很赚，怎么说一三一四？虽然三星好像不是重复，那就练技能了。我看有送，送这个 Fever 的罐子。最近在这个游戏上面抽意外的顺，虽然石头已经每次都抽的差不多，但是落了一个红色。
那分数都这么高，这手有破千，才漏一个，可惜了。哇，中间那个红色的吧。夏祭祭り歩いてきた道振り返ると嫌な言葉書いてもうんざりだよ触れるものを輝かしてゆくそんな道を生きてきたかみんな行くよ。应该是五个 grade。楽しいライブだったわ。虽然前面我没有在算，不过五到七个吧。哦，两个。哎呀，那差一点，差一点，只有两个而已。我也想说我没算的地方，差一点，可惜。ゆりゆららゆりゆり大事件え、这首我没有播放。目指すのは頂点、ただ一つよ。我们的ゆりゆり好像今年也是十周年了，是不是？二十五等。
觉得手被归在26也可以。上出来ね。喂。空气清净机写体字。这个 Great 压不下来，大概二十几。我们的空气清净机，它好像很早就能，真的不高，只有26。是写体字。炎魔将軍。
楽しいライブだったわ。我刚这边自己的画面整个卡住，直播上有不顺吗？虽然今天已经到尾声，我们再打量，看一下剩几朵。ギターなかなか良かったわ。ボーカル。那就再打两首。ギターはね、事前の中に。我刚好剩两火。直播有问题吗？比如说卡住啊。声音画面对不上之类的。马上就漏了。奇妙的25种歌曲。而且 上一次打连200康都不知道。やったー！いい演奏。学校でも風が。最后一首。私たちの音、みんなに届け。
上出来ね。196万，快200万。打其他阵就200万，虽然我还没看过人家打破200万，好像有。对，印象有点模糊。啊，那么这大概就是今天的节目。那感谢你看到最后。明天的话呢，应该也是会先开 Love Life 的，然后再开防空力，然后也是同一时间。那今天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呢我们会在同一时间再来开始矿。那就谢谢，晚安，拜拜。